希望目标是能够到达80,000人，这个是一个比较远的目标。但是呢，以54,000人来说，我们一年从票证大概可以到达16亿，如果加上广告收益、租金收益等等，那其实我们一年的这个营收以今年来说，这个营收会这个小幅的微幅的亏损，大概不到1亿。我也希望我们的前瞻计划的这个预算在立法院可以赶快通过，那能够让这个捷运从台北延伸到桃园，将来首都生活圈是1小时轨道生活圈，大家可以放弃小客车，多搭乘捷运铁路，我想这个是会更方便的绿色运输。